讲到南台湾嘅客家，乐队提起就得讲系最受代表性嘅。乐队讲嘅系组队嘅新笔加动，乐队嘅闽南歌手，前队嘅充气联络，中队嘅昨天，后队嘅内部，还有先锋队嘅缓慢。其中昨天下系上组高片乐队客家最早开垦嘅位所林林组，也就是李客嘅黄丹乡石尾村。是两个月做得讲是高片乐队最早发展的总头。在那地昨天向个昨天火车头，途经还是保留呢日本小说家书草的昨天火车头。在车头这间地图，唔但曾规划有火车头分发人气，顺风的二轮路街，还有梅农路街，农村的表法，还有老夫子表法，这是昨天观光的重点。下就听呢，安尼个特派记者陈俊基，去年慈航车从昨天火车头出发，去到昨天客家族十里巷。主持人，韩国客庄航头头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的新一代大家就要来昨天老了哦。昨天有讲，我带大家去等脚踏车来去老了，一下就来到铁的景点，就会一个昨天茶站，一个脚踏车其实在昨天茶站头前面有好来飘来去去哦。现在一个昨天茶站，我同大家小介的就会一片啦，其实是贵有铁缝铁色的茶站，一片留下来的东西呢，像一个建筑就会一个日本式的建筑，顺后面有一个图书馆，地都是有书虫一个日本的一个书哦。一共向前来到一片，唔单止会看到客家文。也是得看到有日本传统的感觉。人家我决定叫他再落去聊聊，所以一下唔单止有一个茶庄，附近呢没有一个景点，一下就腾腾心意来行哦。叫他查的时间没去冲去按呢，不起眼，因为是讲，不过还是靠顺风啊，按呢会过安全。不过看下个看到哦，按呢过了下来，其实空气品质也还以后哦，所以从前去讲来到鸦片，正经都得来吃看啦，继续行，继续行。来到一个泥轮路街，其实一片啊是一片过传统的生态区咯，所以讲第一大伯也做在看得到伊多的传统路建筑。第一片 ATP 同大家小介绍，就是从一片泥轮路街，其实沿的北港都是金峰电路卡。其实第一个泥轮路街还有的过 ATP 咧，就是头前有伊多的标法，然后就听听心意来去看标法哦。一片的白花啊，都会起底一个泥轮路街，红都看得到。看到一片有一道是桂南的太通街，韩国石神桂丹岩的一个自然风景。不过现在也搭配还有泥地啊黑咯，所以讲遇到一片，我记得莫睇太长哦。韩国天气条件，这片没有一个立体的白花哦，讲的是一片的传统神花，韩国头摆泥轮路街的用呢。所以乡亲朋友，黑工来到也来看哦。趁一模味哦，唔过唔怕，继续来去。一片啊，系一个米轮路街，在天宁路讲一片系米轮呢。唔过一片的变化就怪特别咯，系一个香港国语名的漫画，很多老夫子。唔过怎么个我有老夫子呢？最后系认真一个创作者，伊系米轮的野生咯，一冻啊就会也会加啵。所以讲伊咪希望来到一片老了的乡亲，做在来看啊，也会作品。行下啲一个对面啊，就一栋咖啡屋，去到一片的人都会来到一片休息，然后就来去看。
近迄过火林美甲比呢，特别迄土豆安尼起点姜哈茶粿来做的绿豆叶片来休息一下。其实伊当年啊，都为绿豆叶片迄认真一个变化，真经过特别。条羹娘迄对瓜天麻辣粿来嘅，就希望今日就变化同菜地文化、韩国食用式的文化都得结合看下，会同韩国当年来相结。欢迎乡亲朋友伫礼拜两日家下做的绿豆竹田叶片，香港安尼对竹田茶站规律的提高来，也使得绿江苏叶片规模相同的文化哦。